梁建峰議員。主席，在餘下這幾個月，即是特首在這些守則的方面，那你會作出一些什麼調整呢？梁建峰議員。我很相信這次之後呢，林議員，沒有人敢再請我坐船，沒有人再敢請我坐飛機的了。但我自己亦都會特別會守規矩，亦都唔會，在我嚟講，今次以下工作亦都相當多，我都唔會接受呢啲咁嘅邀請，直至到係李先生做好新規定為止。應該教我點樣做法。今次嘅教訓係我終生之內係最大嘅教訓，我唔會唔記得嘅。潘佩球議員。